啊，它可以所谓打开空调。这个是一个 Arduino 的 ，Arduino 实际上接收了一个 GPIO， 然后把它的灯打开来，对，啊，啊，关闭空调，啊，你们也可以自己来试一下，看看就是，啊，看看它是不是会认不同的人声，它其实有很多可以设，但是我现在这个 GPIO 它应该只认那个打开空调跟关闭空调，那其实你如果讲其他的，比如说，我讲减小音量，或是。自动风，格力金贝，16度，17度，17度，它其实我讲的话，它其实它就会切换啊，因为为了方便说哎。展示啊，我现在跟 Arduino 上面的互动，所以我其实特别在城市里面特别做了一个打开空调，就是打开空调之后跟关闭空调之后，它会控制一根 GPIO 的频角，让它 on off 啊来做一种示范，来告诉大家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以后很期望是可能有很多人写的这个 AI 的程式。提供出来给大家使用，那做一个简单的界面，让我们可以用 Arduino 或者是树莓派，你不太需要去懂这些 AI 的 model 的圈里之类的东西，你就可以，哎，我把它拿来一个 AI 当成是一个配件板，我拿来使用，我把它应用在我的别的不同的一个场域领域里面去。对，那如果真的哎，大家觉得哎，我有感兴趣的，其实我想进一步去开发我自己的 AI 的东西。那你再深入去了解这个 AI 的程式，看看怎么去写，怎么去用。